Hello， 大家好，去到十三题 MC 啦。咁呢条题目好直接啦，问你呢个 polynomial 除以 x 加一嘅余数。咁当然你可以用 long division 啦，但系个时间上一定系长啲。最快方法就系代一个数字落去。嗱，俾大家谂一谂啦，代啲咩落去呢？如果除以 x 加一咧，其实我哋就代负二分一。代负二分一就直接揾到个余数。咁呢度大家揿机做到啦。答案咧就係-23/2b 啦。